对 BB 好，我会选择家宝的婴幼儿食品。我揀家宝，因为是美国 No.1 信心的保证。BB 健康咁重要，为咗对 BB 有保障，我一定买正货。哇，咁平又咁多款，系咪正货嚟噶？认清正货好紧要，因为水货货源不明，冇经过出口检测，包装同埋成分未必符合出口规格，亦未必符合本地营养成分、声称及标签要求。水货运送期间仲有可能发生因温差、湿度等问题令到产品变质，到时妈妈就投诉无门噶啦。家宝正货系会有营养成分及标签，标签上除咗要有 Nestle Nutrition Services 21798333热线，仲要有 QR code 先至系正货。身为精明妈妈，当然唔会贪平买冇正式出口验证嘅水货俾 BB。为 BB 着想，我当然选择买家宝正货啦。你睇下 BB 食得几开心。